啊，妹妹起床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好。有缴税，我们政府才有钱做国家建设，像是医院、学校、红绿灯、马路、公车、火车站，还有刚刚使用的免费 WiFi， 这些都是用税金建设的。有缴税，我们才有学校念。姐姐不缴税，就不用上学了吗？你这样说好像也是了。你想看看没有缴税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吗？好啊。哦，难道是都用的如果电话亭？如果电话，因为经费有限，只有这个，我们要去一个不用缴税的世界。姐姐，这不是有缴税的世界了吗？应该是吧。啊，我的书包呢？我们赶快去看看。耶，书包的课本都不见了，别人上学了耶！因为没有缴税，所以学校就不见了。我们来看故事书吧。故事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没有缴税，图书馆也不见了，糟糕了！啊，停电了吗？因为没缴税，所以也没有电力公司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然我们先去公园玩吧。哎呀，干嘛路呢？因为没有缴税啊！你想坐火车去高雄找阿公？没有缴税又没有火车可以坐，我们只能骑脚踏车去高雄找阿公咯。我不要待在这个没有缴税的世界了，没有缴税的世界真的好不方便。嗯，我就好不好，我也不想待着了，我们走吧。我想回到有缴税的世界。啊，没缴税电话不通，糟糕了！啊！我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。啊！姐姐，我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。我梦到了一个没有角色的世界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对啊，我还是要角色比较好。对啊，不过妹妹，你记什么事？我们这样用做梦来做 ending 会不会太老梗？应该不会吧。